ジーパイジンの奇襲は間もなく始まる。最初の光線はウートワンジャンと君が率いる皇軍だ。昨日の恨みは抑えねばならん。自分はチエント会にお願いし、彼らと共にウダン城のところまで行き、直接彼に皇軍への遺憾の意を示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いいだろう。だが卑屈な態度は必要ない。覚えておけ。は、皇軍はこの種の主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開戦前、ジェイパイ人の新数順の動向を掴んでおかねばならん。ウィザ。はい。ネイガスシン、コエ、ディソン、チンバウマ。他不敢不敌。等咱们回到城里，就能见到他取回的情报了。嗯。经纬啊，这场喜事怎么来得这么突然呢？实不相瞒，是为了冲喜免灾。这些日子您也知道，我家里啊尽遇到一些倒霉事儿。昨天晚上，卧床养伤的家父请了一位高人，帮着补了一卦。如若不以一场大喜之事冲刷，日后还会有血光之灾撞上门来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葛昌浩和令妹，哎，郎才女貌，倒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好姻缘呢。是啊，他们俩啊，从小就感情深厚，今日能喜结良缘，也算是水到渠成啊。成亲以后，正好因势利导，将这对被共党吃花的迷途羔羊拉回正途。是啊，我也有这层考虑。这事期仓促，我不打算大肆包办。嗯，备了几桌薄酒，只请了关系近的亲朋好友。您既是我的老师，又是我的上司，可一定要赏光啊！令妹的喜酒，我是一定会去的。哎，芥川少佐那儿，你下了请柬吗？这个还没有。昨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觉得他们会来吗？只要你诚意相邀，他们会来的。因为昨天的那场误会，东洋人对你们父子还是有所愧疚。正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，哎，化解怨气，一杯喜酒泯恩仇嘛。常言说得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也不想因为昨天的事和他们结太深的梁子。这事情我听您的，回头我就派人把请柬给他们送过去。好，我再派副官去传个话，良辰吉时一到，一同登门道喜。好，那我就在家门口恭候大驾了。坂本司令官已经返回了雾峰城，正在着手布置行动计划。另外，大红山西路我麾下的两个团也已整个带弹，喝完令妹的喜酒，我们即行挥兵，直取界牌阵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命令部下随时准备行动。哎，新四军方面有什么异常没有？哦，他们刚刚派人来递过信，说是接应我投诚的行动安排，一切照常。太好了，明天此时，我们就可以在界牌阵喝一顿庆功酒了。许德义，出来接一下呀！哎，这边，真是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来，快抬，来来来，哎，一二，走走。这张灯结彩的是要结婚啊？秋燕，来，看看，这可是嫂子当年的嫁衣，压箱底的宝贝呢，崭新崭新的。来，穿上试试。反正也是演场假戏，随便穿穿就行了。依我看啊，这么兴师动众的，何必演假戏呢？哎，秋燕，你跟那个葛大少爷啊，真是天生一对儿。那要当真拜了堂成了亲，入了洞房，
我觉着挺好的。嫂子，就算我愿意，昌好哥也不愿意呀。切，凭什么呀？哎，这方圆几百里，谁顶得上我小姑子呀？这论长相，论学识，论文凭，哪个男人要是娶了你，那梦里都得笑过来。嫂子，你就别说了，昌好哥啊，有他自己喜欢的女人。喏，埋伏的兵力一定要隐藏好，正戏开唱之前，千万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什么时候动手？看团做眼色，摔杯为号。记住了，到时候进到屋子里的人，一个也不许离开。那些来赴宴的鬼子兵怎么办？弄死他们，下手干净利落些。明白。啊，葛副官。葛副官，恭喜恭喜呀！别瞎扯了。哎，吴团长去哪儿了？团座去特派员公署下请柬了。嗯，咱们这个事情来得匆忙，千头万绪的，嫂子一个人呢也忙不过来，你多派些人帮帮他。你放心吧，你呀就踏踏实实做你的新郎官吧。你呀，针头线哪儿？我去看。日用百货，针头线哪儿？日用百货。葛大少爷，等等，什么事儿啊？新红，大少奶奶让你去一趟，试下新郎的衣裳，看看合不合身。你们家大少爷的衣服啊，肯定合适我，不用试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镇上的裁缝铺，给这套新娘衣裳改改尺寸。大少爷，你真有福气呀，能把大小姐这样的美人娶到手。所以你没看到我每天那个嘴啊都合不上喽。去吧。哎，给钱。我身上没带钱，你先到家门口等一会儿，我忙完了给你盛一碗饭。那不行。丫头，我们不讨剩饭，就想找你讨几个喜钱。可今天不是我结婚啊，讨喜钱。哦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再敢乱喊乱叫，我要你小命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只是个丫鬟，没有钱的。劫财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老子今天不劫财。长好哥，嗯，你穿上这衣服啊，还真的挺像新郎官的。哎，真是没想到，我这平生第一次当新郎，居然还是个假的。就当预演呢，等你以后跟秀茹姐拜堂成亲，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秋燕，这件事情真的委屈你了。我没委屈啊。你一个大姑娘家，碰到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了，对你的名声不好。我不在乎。为了抗日大计，我不计较这些。大郎家的，
刚才你都听见了吧？那咱下一步怎么办啊？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得去讨杯喜酒喝呀。哎，好。那个小丫鬟怎么处置？脚长在她自己身上。啊？放掉？新四军主力已向当地人移动，几百人翻越空虚，看来他们确实上钩了。希利凯，这回是不是要甩开膀子杀他个鸡犬不留啊？这名作战由黄忠负责，知道新四军的首脑就交给你的八万侦缉队了。瓦卡里马西达，秦志坤熟悉界牌山的地形，就由他来带路。不要走漏消息，天一黑就离开雾峰镇去安排吧。嗨，走。哎，趁着晚上出城之前，跟我上大烟馆抄上几口，爽爽身子骨吧。你去吧，我是真不想见这个姓秦的。怎么回事？他把彩凤睡了，然后还不娶她，你说这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？彩凤是个烧大烟膏的，她不是妓院里的婊子。人家你情我愿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话可不对啊，彩凤是我邻居，又住隔壁，我能眼睁睁看着她别人欺负她吗？你小子是不是喜欢上彩凤了？这话你可别瞎说啊！陈座，看看怎么样？弟兄们，都加把劲儿啊！今天晚上，咱们让新郎新娘给你们敬酒。王副官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？我呀，我那丈母娘还没上花轿呢。臭小子，谢红，哎，你撞鬼了吧？哎，大少奶奶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谢红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大少奶奶，我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去裁缝铺的路上，被两个叫花子拖进一间破屋子，他们拿刀逼着我问话。问你什么呀？问拜堂成亲的事儿。奇了怪了，叫花子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是不是问好了好上门讨个喜钱什么的？不对，那也用不上刀啊，说不定就是想吓唬吓唬人呢。是啊，吓得我腿都软了。杏红，你确定那两个人真是叫花子吗？我也看不出来是不是，反正穿的都是破烂衣裳。行了，这没事就好，这尺寸也没改成，秋燕还等着穿呢。静薇啊，晚上的喜宴会不会有什么不速之客呢？咱们得做好防备啊。王副官，你再多带些人，把整个镇子再给我仔细的搜查一遍。是。几位，咱们谈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那就好。志坤大哥，我妈的病好了，过两天我就能跟你一起走了。好啊。不过在我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之前，你恐怕得跟我吃点苦。不怕，只要你对我好，受再多苦我都心甘情愿。好。哎呦，这秦兄弟真会享受啊，你看看这一沾上烟土和女人，来的比我都勤。人家呀比你重情义。我就不重情义了，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少吗？啊！讨厌，哼！去去去，去把你那些压箱底的上好烟土都给我拿过来，快去！好，裁缝，跟我拿枪回事。那你们聊啊。哎，这裁缝还真不错啊。是，
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怎么了？你又看上了？这你瞧你说的，兄弟这几人哪能呢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刚到，晚上还得走。去哪儿啊？界牌镇。这回可是场大动静啊，凶多吉少，不知道这命能不能保住。天天大动静，先来一口啊，喝吧。哎呦，王老爷您来了，来，您里边请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哟，哎，里面请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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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陈老爷子，您慢点，慢点。谢谢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王公子啊！陈叔，来，赵先生，什么时候能进去啊？您慢点，哎，看着点，哎。我怎么感觉这次像是去送死啊？放心吧，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拔走了，界牌镇空虚得很。你就不怕那小子是诈降？借他个胆他都不敢，他的生死符还捏在我的手上呢。这尺寸也没改成，真不合身。没事儿，反正也是假结婚。秋燕，等你哪天真的结婚，嫂子再给你做套更漂亮的。怎么，大小姐今天不是真出嫁呀？不是，假结婚。演戏？杏红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呗。哦。钱长官驾到！钱长官，里面请。钱长官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啊！不必客气。葛三茂，你回到唐地镇，怎么也不来见见我这个西域长官呢？钱长官，我回来的匆忙，还没来得及打搅您呢。哎，哪里的话，叙叙旧情的闲暇时间总还是有的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一会儿我一定好好陪你喝上几杯。好啊，一定陪钱长官一醉方休。吴段长，我来向你贺喜。谢了。钱长官请。请。哎，太君，后堂窄小，容不下各位，这边请。请。王副官，今天晚上眼睛亮一点，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混进院子里头。您放心吧。哎，那两个乞丐还没有找到吗？天黑前我带人把镇子从里到外搜了个遍，也没看见半个人影。这件事情真的奇怪了。是啊。看好了啊。丁文啊，凌晨七夕，你要与芥川少佐携手杀敌。一会儿酒宴之上，你们好好喝几杯酒，壮壮行。只要芥川少佐有酒量，我自当奉陪。我大战不怕死，喝酒也厉害。那好啊，那要等到较量之后才能分高下。大小姐
你看这个红盖头行不行啊？我帮你戴上试试吧。好吧。爸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钱长官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钱长官，鄙人身体未愈，不便多礼了。客气，今夜你尊为高堂，接受新人的跪拜，请上座。这位是？这位东洋客人就不用介绍了，我跟他熟悉得很。今晚。今天你可要好好款待款待他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特殊照顾他们的。经纬，客人都到齐了。好。哎，爸，您慢点。来，喝茶，喝茶。客人都齐了。两全其师已到，迎新人，拜高堂。宪红，快把新娘的扶出来。哎，慢点。宪红，要把你嫂子摔了，我背你侍卫。办不到他的，这丫头就是扶不上台面。徐燕，嫂子扶着你。良辰天喜庆，花好月圆结姻缘，新郎新娘叩拜高堂。秋燕，来。秋燕啊，拜高堂了。你就这么着急拜天地入洞房啊？卫兵！卫兵！把剑放下，要不乱枪射死你！乱枪射人？好啊，那要流一地的血了！你不要开枪。太君，这后面的事儿就让我们来办吧。请。我他妈看谁敢动我们大当家的一根毫毛！快走吧，儿子，不要伤害少昊哥！他妈老实点儿。
真没想到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。静伟，你不要杀他，后面的事情拜托你了。长浩，如父之仇，不能不报。那么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我？我念你，曾经是我的师长。我不杀你。天亮了，我派人送你离开唐地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有没有脑子呀？你看不出这是假的呀？这是假成亲，你看不出来呀？假成亲？如果他真的死在你手里，冤不冤呢？假戏，这些都是假戏。那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是真的？兄弟们，团长那边动手了，准备行动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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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许动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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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呀，这邪了门了！这伙新四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是他们主力部队，他们早有埋伏。那这么说，那咱们是掉到陷阱里头了。别惊慌，组织你的保安队，站在那小山坡。于政委，你听，大红山西路那边也打响了。那儿的伪军人马战斗力不强，入了副军以后啊，估计啊，战斗要比咱们这边先结束。我倒担心呐，昌浩那边，不知道昌浩那台戏啊，唱的怎么样了。咱这样吧，等收拾了这伙鬼子汉奸，我派支部队去接应他们。行。快点，快，快点！金指挥，这仗一开打，你他妈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也不含糊啊，捡条命就不错了。少他妈废话，走，走。这个小子，这个小子呀！别开枪！魏大彪，认识野我吗？哎呦，恕兄弟我眼拙。因明人不做暗事，桑平寨大当家的韩柳。哎呦，原来是韩大当家的。哎，久仰，久仰，久仰。去去去。卷个屁呀！你修养。嘿，这不是钱二当家的吗？韩大当家的。你怎么跟这帮王八蛋混一块儿去了？一言难尽。你说，你也是一条堂堂无耻汉子，在哪儿混不行啊？怎么给东洋人当差？你怎么想的？你图什么呀你？嗨。兄弟，威森。哦，司令官伤得重吗？一直在后面流了很多血。哦，我跟你说呀，真悬呐，我差点也把命给扔到那儿。可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。司令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！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来来来，咱们几经周折。终于走到一起了啊！是啊，其实啊，我几年前投身军旅，
为的就是报效国家，没想到中途受了汪伟的诱惑，走了一段弯路，这也是天意。现在我悬崖勒马，又回到正道上来了。以后啊，还望于长官多多提醒。哎，我们这儿啊，不行叫长官，叫同志。哦，往后啊，咱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，共同抗日，打鬼子。啊，好。啊，对了，昌浩，啊，昌浩同志的伤怎么样了？哎，一直昏迷着，被紧急送往了江汉军区的后方医院，正在抢救着。真是没想到，节外生枝啊！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，化险为安吧。大当家的，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唐地震打了一夜的仗，怕不安全，我和幺娃子连夜就把你抬回来了。昌浩哥呢？昌浩哥怎么样了？他还没醒吧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醒。行了，估计啊，活不成。秀茹，你现在先别想这事儿。你快帮我去打听打听啊！去呀！在一个女人手里啊！是啊，这大喜的日子变成了丧事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大当家，怎么样？门口的卫兵说，葛参谋这死了。你没听错吧？没有错。前是我寒冷的目光，
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。